啊！有诶有诶。啊！我测试一下聊天室，一二三，看一下画面，聊天室，聊天室，来吧，去接任务，然后改一下哦，随便玩，随便开。随便解任务，随便解任务，完成。哦，随便领。哎、欸，这机器人会跑哎、欸！然后等一下哦，等一下，太突发了，是吗？有没有人要玩？还太没人。早安，哎、欸，老巨，等我一下哦。茂德全线，哇，你 N 百年这个头像好，好怀念哦。刺剑，没错。好，我等下要把一些东西，我前几天要把一些没有用的剑跟那个 mod 给拔了，晚点再去重新弄一次啊，有些根本不会再回来的，那拔一拔啊。我是开始玩的季节，不过我应该不会换面具，嗯。哪天想到要扮丑的？安安，没人呢，哦，过去了，来。啊，有人了，有人了！啊，没过气，没过气。等一下哦，好，按准备吧。哎、欸，是我延迟，还是我总觉得听声音听好像延迟的？既然是 DC 看到才来，没事啦。最近因为要玩那个羊，逼不得已要在这边开。我现在要先通过那个啊，实况盟友，所以最近开才会在这边开。他说一个礼拜至少开8天，结果我没有哎、欸，我现在那天开一开，看完我还只开了2.4小时。菜鸟安安，
有没有扣着？来，你先爬段位吧。哎、欸，刚刚看一下什么更新，看一下实定，结果才看到哦，有更新哎、欸。然后我才想说啊，看一下有是不是有活动了。哎、欸，有活动哎、欸啊，好啦，开台玩一玩。啊，就这样子，这是我的心路历程。哎呦，还有啊、哦！哎、欸，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不会是夏日活动的吧？是吗？为什么会有这个？啊，砰！砰！那个是新的，这个是新服饰的动态服饰哦，这个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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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哇，我买到现在从来没用过，哎，笑死！歪头灿笑，哎，有吧？接下来这个聊天室应该比较清楚了吧？那天。真的是聊天室太黑了，你很久没开日码了，没事啦，我也很久没开啦，我不开你就不玩是不是？哦，这次复刻我好失望哦，他的小王子怎么会提前？小王子不应该要等复刻，对吧？要等下一季之后才开始的吗？他怎么先复刻了？冠良安安，掏个耳朵。哎，是这位，哪一位？只要安安。哎，好啦，只要不然我兑换好了，现在好不好？现在人不多。全部頂戴。现在人不是很多啊，40个，那奇幻很有喜感，那、啊、就是国王面具啊。你在吃饭啊？所以吃完饭可以是不是？吃完饭不行。很悠哉，可以掏耳朵，期待就没时间，可以啊。哦，今天跟番茄他们那边的观众，番茄隔壁群的观众玩，哇，我们两个在那边拖地扫地，我偶尔放放大，我们就赢了哎，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很棒哎，很新鲜，我很喜欢这种新鲜感。六七。嗯，螃蟹。哎、欸，对我想要熊抱二阶复刻，我也想啊，所以我现在最想要的复刻是雪人啊，雪人有头，有衣服，有面具，有熊抱，天哪，很棒哎、欸！喜
请问一下房号，我忘了，不好意思，反正等一下出去，有人记得房号吗？因为刚刚其实等了五分钟没有人，我还在想说我过气了，我差点就换游戏了啊。等一下再看，不好意思，可以抱起来转圈圈，对啊，我就可以到处再乱抱人了。反星才不会过去呢，你再想想，爱黑猫不是宅急便。哎，等一下，你的 ID 很耳熟，你是在谁的台出现过？不好意思，你比较常出现在谁的台？对你的 ID 太有印象了，自摸了吧？不是你，不是说你。他集团啊，对。リーチドラニ。因为常挂台都会看到，只是低了太多台，有点不知道谁是谁。林夕安安，哦，这怎么？这是什么牌？哦，哎，好好哦，有点不想猜哎，这个啦。你被记住，然后嘞，这算是好事吗？对，你要小心一点。你被我记住了，你小心一点啊，我记住你了。所以番茄。等一下就是七点半吗？那、啊、你会开吗？欸，没有看新的那个吗？宝可梦的最新资讯，那个水地鼠看起来可可爱爱的。蛮戳中我的，希望他色尾鼻子是蓝色的，这样水蓝色我就要刷他色尾了。啊，整只粉色好像也不错啦，其实。没看过的我可以贴啊，微笑。嗯。这个你们可以进去看。叼着吐司的啊，吐司喵的猫的安安，阿喵的管理员安安吃。夜沙本体是白色的人，安安你好你好。我在干嘛、啊？你们家阿喵是不是开台时间都是很奇怪啊？今天问一下，哎，我老婆，今天你们在玩什么？有缺马上开，这样子吗？他开台是很随性啊。啊、有玩游戏开台，有玩游戏开台，这样子吗？看，挺正常的，我想也是。看，来，你在杠啊，你在杠啊。他不是最爱死的时间开台吗？还行吧。嗨 ，Joko， 人数越来越多，今天不用唱了，不用怕啦。还没有到100人都可以啦，好不好？100人你就不用唱了。
Joko 怎么可能这时间下班啊？对 ，Joko， 番茄问你想要不要抓鬼？他说更新了，可以找时间来玩，但不是今天。啊，也不是明天，明天是跟安妮玩。Come。天牌。抓吼，你想要有什么？礼拜五可以。好不好？礼拜五，那不然约礼拜五啊！我等一下跟小鱼说，好不好？好不？嗯，哇！你也要看他班表啊！我先跟他说啊，我看他班表，我看啊，我用眼睛看啊，好不好？边看他班表边跟他抓鬼，这样子吗？这样的话，你才是鬼吧？是吧？逻辑鬼才。我只要没加班都可以啊！我卡在你们要加班要怎样？回家洗澡弄一弄，九点半哦。没有啊，所以没有逼你们一定要跟我玩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哦，好怀念这个布丁小起点哦。想想当时就是小鱼跟我讲说他要布丁，不然之前我就是棒棒糖吧。为了他把布丁往前挪，可是我想要一起玩啊，翘班啊，好吧，就翘班。又翘吧。立即。帕诺西米。来啦。卡养一堆人了，谁？老居。老居要一次养两个人欸。三个。我现在自己都养不活了，对啊。哎，听牌的说。哎，今天任务是什么啊？我还没出去看呢，就想说随便打，总会中的吧。我只记得有什么不放枪，然后就没了。有没有要例子的啊？例子。楽しみ。可以刺，不放枪。好了，冠良，我记住了。好了，冠良，自摸，海底摸月啊！谢谢。
搞不好繁星真的要变成我老板了，要不要去学剪片？哇，我已经放弃。花花，听说这里能找到帅哥，谁？花花安安，不行，我还是会叫你彤彤哎。花神童安安，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繁星的直播间，谢谢谢谢啊，房号是88206，走开啦。声音真的好听，你要用这个声音，那你等一下哦。花花，你喜欢这个声音吗？欢迎来到繁星的频道，我是繁星。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刚刚快笑场了。那他是这个花花，这个花神童是那个三江那边的大干爹吧？对吧、啊？然后有时候会在其他台滴到他啦，我就觉得啊，怎么在这边也遇到你？没有，不是干的，要不要再软一点？软一点是怎样软？声音是要这么软吗？我的天！没有啦，已经，而且好久没听尤里说我声音好听了、喔。慢点，碰的。我还是喜欢原本的繁星的声音啊，耳朵好痒啊。那不然用这个声音好了。啊，不行啊，有时候不行，就严肃的那种声音还是怎样的。我会想笑，你干嘛？那我不想跟我玩哦。啊，吃月饼，吃月饼，这个最好。哪一个？王杯杯。不管怎样都好听啊。没啊，是你们真的不闲啊。他们都不想跟我玩游戏，我看出来了，这两个，这三个。欸、来来来，李思夜的鲤鱼安安，你好你好啊，我的公主连结、欸、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想说我玩公主连结玩得很开心，然后直到尤里那时候跟我说、欸、你那个什么什么要练的时候，我就才意识到说，哇，果然我之前玩太开心了，我的角色都是挑自己喜欢的练，然后就是练得很痛苦，但是我又看着角色很开心，之后他就帮我凑了几个说我有的角色，我就慢慢练起来说，哦，哎、欸，这只好用耶，因为我之前有抽到一只，我的第一抽就是有一只叫做等一下哦，嗯，幽花梨，嗯，这只角色，因为我那时候第一只抽我就想说，嗯，他 ID 好像幽里哦，该不该练？然后结果就放着练其他只，就我是练三星二星的啊，就那只角色是一星，我想说一星应该不好用吧，就幽里就说那只要练，我就哈好我练。我们是陆地上的观星者，这片星空寻找到这颗最明亮的繁星，你知道繁星是一整片星星的意思吗？幽花梨是坦克，对啊，就是有盾有补。早知道那时候应该冲着我的直觉练那一只了。没有，因为其实之前那个谁，就是我们阿米狗这边那时候公主连结出的时候，他们一群人都有玩，就他们常常一群人玩一些手游，但我没有玩，不是因为我排挤他们，是因为。我不喜欢玩抽卡类游戏嘛，但是尤里又说这个真的很佛，钻石中很多，那我玩的体感就是真的很会送，可是我关卡推到如果很后面的话，是不是就没钻石拿啦、啊、嗯，所以我就想说也还好，我当时没有玩啦、啊、如果当时玩的话，我的角色如果在其他伺服器玩得很高等，
那我会不会舍不得来跟尤里玩？这样子，乌伊这只好可爱，对不对？我知道，因为这片繁星没有，所以要说什么也不为过嘛。啊，是是是是是。我凹都要凹成这样可以吧？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你讲什么都可以啊。那我也蛮期待你当时，你不是有订衣服吗？其实我很期待说可以看可以看到那个啊他们的衣服出现。这样想问一下，名字有不同的意义吗？第一种颜色吗？没有啊，颜色是可以自己改，有些人喜欢什么颜色我们看 ID 就知道了，对不对？颜色是他的代表色，像幽离跟林离子他就是喜欢粉色嘛，很明显的他们 ID 就是粉色的，然后其实就紫色。我其实不喜，我其实没有说喜欢黄色，但是我的代表色就是黄色或橘色，反正我是一定会做的。欸，那如果到时候做好，我要加你 DC 好友，我想要看。不行，最近真的好喜欢看他们的台哦。我觉得我不会打麻将了，是不是我太久没开日麻了？对不对？你就除了国士无双都做不出来了，对不对？你已经做不出国士无双以外的牌了。啊，偷偷说一下，我现在也还在听这首歌。一直在循环播，到开台前一直在听。你要晚点，没事啊。不好意思欸。不好意思欸。结束了欸。啊，感谢无名。ここで負ける道理はない。啊，感谢无名，感谢乌一，感谢彩鸟，谢谢谢谢谢谢谢。来哦，88206。欸，呆鱼，我是一只小鲤鱼啊。你是刚刚聊天室的那位吗？我离失业的鲤鱼吗？无名怎么？哈哈哈哈。啊，没事没事，你好你好，你有没有在我 YT 玩过啊？我好像对你 ID 有印象，你是不是跟我玩过啊？哇 ，A37好朋友，不好意思，他刚进来的时候好像不是 A37 哦，他刚进来的时候好像不是 A-37 哦，有对不对？我还是。就算我吃药，我还是有尽量记你们的 ID 吧。啊！有时候觉得，只有有时候啦，才会觉得自己声音好听，但绝大多数，大概有70%时间都觉得自己声音好难听。欸，你们。我昨天不是那个谁，昨天翻起来找我，因为我们在用 Amiibo 的那个七蛋的东西，然后弄一弄，我就想说不行，楼上太闷了，我必须把口罩拿下来。口罩一拿下来，番茄就在看我，我说你明明就长得很帅啊，为什么不露脸？你知道，他一个男生对着我这个男生说这句话之后，我那时候真的鸡皮疙瘩起来，我说你想干嘛？我说我知道我没有到很丑，但是我就是不想露啊，你怎样？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把他赶出我家了。我也想被这样说，说什么？花花，你很好看哦，这样子吗？突然夹紧吗？不是，是我突然就是背脊凉凉的。最近存钱买这次的新装，这次的我还好欸，因为去年的我就没买了，没有我要的角色。
Tomato， 对，它怪怪的，背脊发凉。他在恶心你们反主播。去。不过也是因为幽离他们呢、啊，我还会回来退区，应该说回来看退区，因为之前就偶尔帮他们那个谁团团哈记他们挂个台，然后有些朋友以前的朋友都跑来退区开，啊，不然之前真的是不是很想来退区开，但是有些真的连猴子射气球都可以跟退区联动了。啊，我就想说啊，回来开好了。这次你想要看起来 Pola， 那个不是秘书吗？哎，不对耶，你也是听万子耶，天哪，这什么贴图啊？吃月饼。射气球怎么联动法？好像是会有玩那个 ID 吧 ，ID 会变成 BOSS 吧？我不知道，就想玩玩看啊。结束了，你们这样子对？这两个都是兔窝的啦，你们怎么这样子就把人家给口了？何时才能像我一样帅？花花不是女生吗？对不起，完蛋了，尾刀啊！感谢鲤鱼，感谢呆鱼，感谢棉被猫，谢谢鲤鱼，抱歉的，鲤鱼抱歉的。所以花花是男的哦。那没事，不会啦，你化个妆就有了啊。女生也可以很帅啊，男生也可以很漂亮啊。因为其实你的 ID， 我那时候本来以为你是男生，那时候是听玲玲子那边说，玲玲那边叫你花花，说什么你是第一个叫我花花的，然后就觉得啊，好像一个小女生得到夸奖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才会从男生改成女生，现在从女生改成男生，我很抱歉啊，抱歉了，花花。误会大了，没误会啦，因为反正就不会去问人家性别啊。Hello， 你好，那个蓝正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人都是需要被肯定、被夸奖的，对啊。像你看，最近跟他们玩游戏，我也是以夸奖代替谩骂。他反正花花不是第一个被误会性别，谁？你是说我吗？我没开麦之前也是都被误会成女神啊！看看我画的图，再看看我每次打字都用用，就像幽离说反省很棒，你会很爽死吧？啊、哦，爽死了！他好久没夸我了哦。不行，抱歉，抱歉。啊，爽，有点爽到。没有啦，就是，这个是你被误会，很多人比如无名，白痴哦，不止我误会无名是男生，好不好？全世界，好不好？有 99% 的人都以为无名是男生，好吗？不是我。想问繁星台怎么没点数？因为我还不是合作伙伴，没有啦，是因为我以前那个权限都被拔掉了，那现在回来是重新拜一次白手起家，所以我现在还要先过那个，先过实况盟友嘛，先过盟友才会有点数，所以之后会在这边玩邪教养啊，一些跟 Twitch 和有联动的游戏啦。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没看，
为什么追随2.8万的怎么没有订阅头像什么之类的？那在下礼拜前会去送神啊，所以我这礼拜会多开图服务器啊，这样子。看到退取官方推荐繁星大大的直播到首页，我就追随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刚刚吗？我这么荣幸的哦，天哪！我其实有想要也是委托一个皮来玩，真的好好委托一个皮啊，不是像之前那个3D 的东西。刚刚真的假的？哇，一定是你有看谁的直播，然后可能说你的共同好友有在看这个直播，然后推过来。我前几天测试的时候也是一堆没有想到人会跑进来，比如你们。男 V 的市场不小，不是，我不知道 V， 我只是就是要个形象而已，我又不开视讯。可以丢东西了吗？还没。哦，你是说砸小起点那种东西吗？那个我在问米娅他们，那个我想要问米娅，可是他现在太在旅游，他现在在出去玩，所以等他回来。像七兔啊，还有几个 coser， 有几个 coser 啦，是因为知道他们本人的资那个中资，然后突然跑进来打招呼，我说，哎、欸。阿、啊、你走色之前会开台，阿、啊、你走色之前会出现，这样子是 DC 闪灯亮起来照片对吧？哦，不是，是哦，你是说跳跳吗？跳跳那个我应该也不会用吧，因为其实那个画面太多东西，还蛮奇怪的。分数换的那些有了 VP。之后啊，不过你要加我 DC 聊就是可以啊。好啊，啊，不然你还是你加我，我们那个没有关。你从僵尸的频道应该可以找到我，不过我是隐藏啦，你可能要找一下啊。你去那个谁，那个玲玲的那个玲玲的 DC， 然后诗情画意吧。哦，对，诗情画意有我有打过字，你就在那边加我好友。啊，不过还是看女 V 比较多啦，女 V 还是比较香的。哎，你好。Misaki， 你好。所以繁星大大放弃 YT 了吗？没放弃啦，那边先在这边做点业绩。有没有房号？忘了。88206。哦，谢谢。不好意思，这个不能置顶。这没法置顶啊！怎么就说我吓唬你了呢？哦，我也是怕等下忘记哦。没事，请求好友，来，我加，接受。花心的花没有，你那是单推的花。姓李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对不对？你可以回去看记录档啊，或许没办法拉回放吧。可以吧？嗯，干呀！砰！
你杠的你要负责。要等直播完才能看。对呀、啊。啊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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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放浪雀士吗？如果是放浪雀士的话，那个是因为他的 ID 不雅，被官方那边改名字了，所以放浪雀士是这么来的。我记得是这样讲的吧？我记得。第一次，楽しみ。好了，我可以又可以掏耳朵了。谁在偷骂我？有商总，这个无忧也有哦，真的假的啊？所以无忧是什么？我只知道放浪耶。好了啦，麻薯，交出来吧，麻薯。结果糊到繁星的，没事啦。哦，这是你哦、喔。天白。所以无忧是你哦、喔。你好，你好，你好。我开日版的结果进来就变无忧了啊？为什么啊？你原本是放浪雀士吗？莫非我手上没有啊？啊，是不会生出来哦。兔兔安安在我手上，交出来，是拍狼。懂不懂得怎么进贡啊？点开头像就有个新的一个记录档，右下角有个小标签，几小时前。嘿，那干嘛呢？哦，特许好多功能我不懂哎。现在只会斜线 VIP ID， 然后斜线 MOD ID， 斜线 RAID ID， 啊，斜线 BAN 啊，然后，哎，我忘记 banner 秒数那怎么按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有的方法是可以 ban 个两秒三秒的。time out， 对对对对对啊 ，time 啊，然后等一下，现在是不同地区不同雀士嘛？哎呦，好像在背单字，还好啦，简单单字。很明显了吧，很不想跟我玩欸。等下进去的话欸要干嘛？你想当个放浪雀士吗？像风一样的雀士。对啊。试试要试什么？哦，你要说回放哦。啊，蹦！会不会变放浪？为什么啊？还有逍遥雀士哦，哈哈。放浪逍遥跟无忧哦，天哪！不好意思欸，干嘛想那么久？在想我会不会飞是不是？字母全部頂戴。你伺服器不同，可是不是要那个吗？
ID 不雅，那些被 ban 掉才会是这种名字吗？还是你排这个就只是跨国玩的时候是这个名字啊？然后去伪个 VP， 就跟他讲说，我只要眼睛以上的部位就好了，我只要委托眼睛以上，看看收费会不会比较便宜。只剩眼睛的 V， 然后我就只抓地鼠宝可梦。话说等等期待有要语音吗？可以啊。那你的那边另外两个可以语音吗？不然没有语音，你死掉了他们不能笑你了。不会一样是制作？不制作？你是说做皮的时候吗？没有啊，就刚刚讲说只是画脸部以上而已啊，因为有些是画全身嘛。但是你看哦，很多时候你们很多 V 玩其实都只是露肩膀以上哦，肩膀以上而已，没有全身啊。所以其实那我就只要露脸以那个露眼睛以上就好了，对不对？简简单单，可爱过。阿亮安安，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爱是我，简简单单的碰过，就不什么过，还爱过，没有耳朵可以关掉哎、欸，这个吧。哪个东西？我怎么关？不好意思哦，等我一下哦。有了。然后那时候关掉就说：“你是谁？真的看不出来我是谁？”天哪！不好意思哎，这一局大家是不是都很不想跟我玩啊？墨黑月，你是黑月吗？来了吧，一炮双响，耳朵回来。今天没有三之一了，怎么三之一？哦，三缺一啊、哦。嗨，咪咪，安安，阿刚。看，好恐怖哦！什么？勝利は自分の手に掴まれた。我今天下午看到你开、欸，本来想说闯进去你那边玩，但是准备闯进去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见了，好像是时间到吧，然后跟你讲说啊，时间表更新咯那种。然后就出来了，啊，怎么办？怎么办？该听什么好嘞？好了，楽しみ。ズモ、全部ちょうだい。大大，你现在才发现我？来啊，没有。你不能这样子说我没有啦，刚刚有时候聊天室你也知道跳很快，有时候跳很快，有时候跳很慢，有时候画面回来聊天室根本没动，会念到重复的那个留言，随时都可以来。请问这个无忧的却是黑猫，你要离开吗？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是谁？你是同一个吗？等一下，这是谁？这位无忧的却是又是谁？
哦，多了。没有啊，就是先都先，你会退到抱歉哦，没事没事。啊，信你怎么抢输了？你不是很会抢？卢奇的延迟应该很低啦，该三秒吧。哎呀，哎呀，去吧！哎呀，啊，碰！哎呀，去吧！但不能拉回放看房号啊！我没开游戏啊！你怎么不开？他刚刚不是说要抢进来？你是不是傲娇？是，我也相信他是。还是很 M 的傲娇。我的电脑转得慢，啊，用手机啊。哦，明天，明天是会跟安妮玩那个哦，玩猎龙。感觉现在形容词变很多，至少五种。什么形容词？啊，碰。什么形容词？你直接把我排除在外是吗？没有啊。叉叉确实啦，很有趣哦。能救命啊！动一局啊！救命啊！杀人啦！字母杀人啦！很有趣。那个红钟还是我给他的啊！刚刚在泡芙视角叫做奇幻雀士，怎么会这样子啊？哇，超能力麻将，哎呦呀，去吧。跟潇洒，哎呦，还有没有什么跨区的？来啊，来尬！这样如果要 cos， 我就要 cos 光遇嘛，然后 cos 那个戴那个黑面具的，就完全拿个丝袜套黑丝袜套脸。然后就去尝试了，哇！欸，只用黑丝袜套脸去尝试，好像也是可以的哦。好啊，以后我有看到类似的人，我直接去搭讪你。好啊，来啊，你就很用力的从后面环抱，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嘛？遇到你就直接从后面环抱，问都不问，你敢不敢？啊？你还是先确定好了，你看，
闹钟。你就是不敢。然后你就会被攻，那抛在光遇群，以后小心这个怪人，问都不问，直接从后面抱着人，然后只会说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什么烂招数哈，这到底是什么过气招式啊？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不觉得吗？从后面环抱，抱完之后才说啊，不好意思，我认错人，我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人。リーチです。然后我就真的认错，然后人家就觉得烂招式啊。就像我之前也是在聊天室说，哎、欸，你长得好像我的国中同学哦、喔。死了啦。然后那个人就是幽花。然后那时候吃下聊聊聊，才发现我们年纪差超多岁的。但后面就是有在那个玩光遇啊，有玩的，又进警察局的。哦，好想看他进警察局哦、喔。私の勝ちですね。啊、哦，感谢玲玲，感谢你是零一吧？马同学跟三月踢掉，逍遥确实出现啦！啊，这已经是信对不对？啊，为什么现在 ID 改成这样子啊？啊，信的名字就这样没有了哎、欸。逍遥确实你好。你好像不是，你长得真的跟那个我那个我没有认成另外一个人啊，我只是问你说你是不是姓吕而已啊，因为长得真的很像，而且你们又住在桃园，然后手笔都很大，我也讲了嘛，就是因为长得像，住的地方一样，然后出钱的方式又一样。好，花花晚安，晚点要上班，你直播辛苦了。其实花花只有玲玲能叫啦，好啦好啦。彤彤晚安，好，我之后就叫你彤彤。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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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玲玲玲专属的我就不叫了，好不好？啊，神童，啊，神童晚安。载入画面真的好香，好，有点卡的画面吧？你看，看着繁星。哎、欸，对啊，这次不是会卖天灯吗？怎么好像没有天灯？我去看一下。不好意思，你叫什么？异业吗？还念徐业？逍遥却是你断了。雨夜好，嗯，雨夜好，我记住了。七蛋这边其实两位都可以晕，好啊，反正你等一下通话你拉嘛，我没有你的 DC 群，没他还在八四什么八四是什么？我去看一下哈，南风，哎、欸，我要拿六三。我拿乐器挂在萤火旁边，哎、欸，赞赞赞！哎、欸，对啊，我记得怎么这次是天灯的，就知道那个我没买啊，不是哎、欸，没有哎、欸，嗯，对，也不是天灯哎、欸。84%，逍遥确实你的网络太逍遥了耶。哎、欸，不行，我要坐船边一点。嗯。坐这边一点。哎、欸。问一下繁星大概半夜
大概半夜出现吗？会啊。其实你看三江，其实聊天室都会有我在啊。他们只要不睡觉，我有台看，我半夜其实都在啊。所以我才常刚刚说，想找我的话，去三江的频道啊，很容易找到我。我知道，我还在其他台看到你，那是因为刚好那是都是朋友的台。我那时候在哪里？阿里里吧，对不对？我们是在阿里里那时候有遇到过，因为其实阿里里跟我是算是很早以前的朋友，对。然后那时候是帮他挂台支那个帮他支持一下，就那时候就在他的台遇到你，我就觉得哎、欸，是花神童哎、欸，然后就跟你打招呼了。你作息注意有啦，很注意了哎、欸。你看，然后那时候我就直接私讯他，我说哇塞，你这时间开台你还行吗？那个跟他聊起来，你算那里的常客哦，就其实有时候。身边有几个是以前有在做实况，但是做不起来，之后就是转成 V， 然后开始做起来的那些朋友，然后我都会去帮忙挂台还是怎样的。啊，算是给他们一些支持，对吧？所以别看我这样，我其实对人真的能帮我会尽量帮。臭他、哦，那很好啊。他其实前阵子很低潮，那时候也在帮那个安慰他。你人超好，晕的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緊張真的该晕我的还没晕我啊，没有啦好啦，你赶快休息。不过你常说你年纪大，我现在看到这一句。不过你说你年纪大，但你的声音真的很像二十出头哎，没有哎，我的长相也不像是这个年纪该有的啊。你可以问他们看过我的，我的长相真的不太像是我这年纪该有的长相。声音很难说哎，但长相是确定的。对吧、啊？我就是，也不是说不会老啊，还是有开始有皱纹。刚跑来图奇开，对啊，你好，你好，你是谁？你看起来年轻很多啊，那确实，哇哇哇哈哈哈。男生越老。越老越香，我是越老吗？也是要看呢、欸。那些越老越有对越有价值的，也是要你有钱啊，对不对？你没有钱，你再怎么老，就只是要去捡破烂而已啊。什么？之前看你以为是我之前的生科老师，你是谁？你是谁？为什么你会看过我？你说场次看到我吗？其实那场次我那时候没戴口罩，哎、欸、对，就直接跟别人拍照了。我是古岛带就离开 YD 看你的观众。哎呦，那你怎么没有出现首次在这边打字？你还是你之前有打过招呼，已经有打过招呼了。繁星会去场次，以前会啦，因为那时候摆摊，现在比较没有了。没有是照片，谁？谁？
没有啊，其实要找我照片很容易啦，而且在菜渣的影片也有露脸过啊，有两部影片啊都有露脸，所以所以其实很没有形象，只是比较最近的影片可能要看团团的影片啊，在熊猫原仔的影片里面有那个麦块问答。真的要睡了，繁星拜拜。好，花神童晚安，晚安啊，晚安。Testing 一杯奶茶。感谢咪咪的75块钱。哎、欸，对对对对对。抖内弄好了，很抱歉，上次那些抖内的没出现的，我很抱歉。抖内被我们被那个温阳修好了。其实繁星看很起码有4-5年啊，什么意思？哦，你说看我有，啊啊、你说看我4-5年了、哦？抱歉，我在吃维他命片。哇，那你看了一个年纪那个哎，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这是要自己设了吗？打出去了。老赵刚留局了，老赵刚刚就没梦想了呢。嗯，你目前国三，哇，那你是从小六看到现在哦？我小六还在看什么《金刚战士》之类的。小五左右，哇！你是真的可以说我从小看你的影片到大了、欸。哇！国三就在打麻将了，你好狠哦、喔！狠狠的，其实阿咪狗跟巧克团有看蛮久一段时间了，哎呀，那不错啊，因为其实那时候也很多观众都在说最期待的就是比如之前周一的轻松末日嘛，轻松系列，以及就是巧克团，每个礼拜就在期待这三天嘛，哎，四天，就是巧克团两天嘛，阿咪狗一天跟轻松系列一天，加起来四天嘛，一个礼拜有四天影片可以看看看。雪地安安，日马好学，我就想到之前玲，他们说玲玲去按摩，那天隔壁那边在教日麻，那边吵架，我觉得哇，就是如果你会玩日麻，那你就很适合在魔物猎人拿太刀，你要控制得住你那个贪婪的手手，灯亮了你要制止它，不要按下去。啊，按下去你就正听了，你就猫车回家了。你要制止你那个坏坏的小手手。哇，难怪我太刀玩这么好。哦，是啊，后面还跑去玩青弩嘞。啊，对不对？碰。人双枪不拿啊，跑去拿巴勃罗。安妮都要检举那把武器了，你还拿那一把，还不练好一点？你赶快练强一点啊，你把你的巴勃罗弄到出神入化，你真的不考虑北斋吗？北斋飞来飞去的、欸，哎，
大剑跟太刀都是欲望判定，不止啊，很多武器都是欲望判定，不太想给我练。你要想一下你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你冲去敌方家里，我们就飞你这样子哦，真的很棒哎。有没有我顾家，那你飞去他们家的那个本营，然后你那两个队友跟着你顺进去。没救了！你确定我不会拉空吗？阿练呐，没有没有东西，靠练习练不出来的吧？对不对？就像女仆装一样啊，你不会穿，多穿几次就会了啊，对不对？女装什么的穿不起来，没有啊，慢慢学嘛。你就发文，就有人跟你讲说，哦，那个袖子要先穿上去，然后再扣后面的扣子，再把裙子穿上去，最后再穿袜子这样子。对不对？有道理吧？你好像很了解哦，拜托。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リーチドラ。はっ、ちゃんだ。三色同順。当然了解了，说本过人，我说服过谁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服过人了？不好意思不要乱栽赃啊，没有说服过啊。其实下午想开台啦，然后那时候刚好是看想说跟林喵玩，然后刚好看到你在开台，就说不然要不要问他要不要打工？因为我想要打工刷帽子，然后拿碎片，就是每200会一个帽子嘛，然后帽子就有碎片拿。然后你看，同比你每次练衣服练一练，练到几万经验之后，才跳一个那个碎片出来。不如就直接去用那个帽子的碎片，你只要打200分，至少就有两个那个碎片出来了。夜猫不是我怂恿的啦，夜猫是他自愿好吗？夜猫他是自愿，没人逼他。他整天说是我们逼他穿什么之类的，没有，他自己穿得很开心。他就是人家拿衣服给他穿，他自己要穿上去的，你懂吗？陷阱在那边，他自己靠过去。把袜子、衣服、假发都带上去了，还是我们等人去打工？不是啊，啊你不是要刷那个Amiibo 的洞 ？Amiibo 那个洞叫什么洞？Amiibo 的孔你要开的话，就只能打那个啊，打一般啊。啊，打工的话，另外两位。如果会打工的话，我们可以打；不会打的话，我们就打一般就好了。而且我还在想，我那个鞋子要不要现在弄了，还是我换一套慢慢洗？不然那个鞋子好像1点多少？现在1.3嘛，1.2就够了吧？我那个鞋子现在算是1.2还是1.6啊？应该是1.2吧，还是1.6？请问我可以归类于不会打吗？我不会打，我1.2。G， 你不会打什么东西？下午打真格打半天才到 B 减啊，没事，我还在 B 减，我还在 C 减，不会打工。你真的是很夸张，你干。我真的是会被你气死！我们那时候，你看我敲破音。我们那时候那什么荧光鲑鱼还是什么东西的萤，就是一群鲑鱼会追着萤火虫跑的那个。你就不要乱跑啊！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烤鲑鱼那个的，你也不要给我乱跑哎、欸！哈、啊？这么突然的吗？对不起，我太震撼了。哎、欸，不好意思、欸，哎，怎么都那么凶啊？啊，感谢信，感谢。哎、欸，刚刚是什么雀节吗？雀豪。好了。哎、欸，追，哎，没人了吗？还是有人？好，没人了。猫之翼，很久不见了哦，出来讲个话。哎、欸，那个猫之翼，抱歉了，下次好不好？已经9:30，那吧7:30了，他们跟我有约，抱歉了猫之翼。哦，解完了哎，谢谢，这次真的好佛哦。猫之翼，抱歉了。好了，我们换游戏。这个蓝色真的是有够不舒服的哎。因为那时候不是玩那个吗？七蛋也是说这个颜色我很不喜欢，因为颜色真的太亮了。七蛋的英文怎么拼？P， 你要躲在棉被里哭了，不要哭啦，要哭去班琴的怀里哭。啊，退曲有个缺点就是都是英文。鸡蛋。斯普拉斯。S 什么 ?SPA。SP。SP 什么 ?SPLAP。OON。三。欸，他找不到欸。你说本人吗？那我现在出门了。没有啊，你去找猫之翼啊。等一下哦，重整。我没有要哭啊。欸，干，啊不是要开台，你出门出啥小门？好，找到分类了。好了好了好了。通话啊。通话啊！你没有要开，有点懒。那通话不是要开台，是有没有要玩啊？欸、你好，这拉吗？什么东西他妈？这不就拉了吗？啊，怎么没有先讲？哎，你好，安安，请问哪位是哪位？披萨是哪一位？我是披萨。啊，你好，我看到了胸口的披萨。好，我是剩下来的没有，你们都是重要的，好不好？没有，这边只有一个人是剩下的。对啊。好，不做了。要打什么模式啊？嗯，我都可以。艾利克，你会打工吗？打工当然会啊。你小看人家哦。打工是必玩选项，打工我觉得比正常的好玩。那我们去打工吧。那你要不要看一下番茄怎么雷我们的？来，还行啊。今天披萨不是玩到传说吗？对啊，然后被拉下来。对啊，你就知道是谁了吧？有披萨，有番茄的场怎么可能会上去呢？不好意思，之前也是打到传说，然后带新手，可是那时候还没有下修，是上条。对，那时候掉了很凶，嗯，然后赢了几场，我还想说怎么没有加分，然后看一下，哦，原来番茄的守门，他是守门人呢。熊先生商会，他是水鬼，就决定了就打工吧。没有啊，你要刷碎片是不是？是啊，就顺便刷刷，我后面也会需要用到啊。哦。啊，这一套就是昨天番茄在我家，我们那天弄很久的东西，我们昨天弄很久的东西。哦，快通
哎，真的是应该要先让一方刷哈，先让我刷完之后，你回家再帮你刷的，真的是没想到。哎呀，我怎么会知道？没有办法，艾曼发现这件事情的。没有，因为我们在试刷嘛，就试刷。换武器了。哦，换武器了。哎，刚好今天刷新是不是？有你喜欢的弓跟狙击。哦，对，下午四点换武器。不想努力弓跟那个二十五等男那把。艾元安，什么？广域标记，广域四五零。哦，就是这个高压油管呐、啊，我觉得它很棒哎、欸。那兵这次武器你都可以。我就除了我什么不行？我就除了机枪而已啊，机枪我不太行，其他我都可以啊。色色游戏把一体到了，没错。其实这两位很强，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打工。他没懒得打打。啊，不然打完十二个，我们再去打那个吧。都可以啊，都可以。好啊，好啊。不好意思，来喽，进来喽。好。我跟安妮告状。不吃吗？之后再上去多少？谁？达人加一加二加三，传说加一加二加三，到加九。哎呦，有重桶，不错。爆炸！重桶可以直接清垃圾桶。哎，那地图应该是那个了吧？哦，垃圾桶，你是说那个电尖飞鱼是吧？对对对对对。哦，哪一把？哪一把？哪一把？那个桶吗？哪个桶？爆炸破桶。哦哦哦，有点像一个榴弹炮。我居然可以直接清哦！啊，可以啊，你不知道哦？不知道爆可以啊。我也不知道。啊，防御标记枪还没买。啊，爆炸攻击都可以清掉，那个设备爆也可以清。对啊。哦，这把好，这个破桶我喜欢。但破桶真的不错，距离很长。这颜色太严重了，我觉得对啊。下来喽。哎呦，那个铁炮鱼，可以，我捡个几次，两座塔，那个地砖，哟，哦，我被打死。下去，这次反击没看错吧？没错，没错。哎，无法新增 VIP， 为什么 ？VIP 过多了是吗？有啊，哦，爱茄子。
油管。哎、欸，你别说了，你至少打赢过横纲哎，我没有哎、欸。所以你一个都没有。我没有啊，我没赢过啊。我打过两个。这里。快走，请小兵哈，你们打。他不要推我啦！他推我，好，再推我，再推。小龟鱼，小龟鱼，小龟鱼，拦不到哎、欸！你我是火化。又上没有，是为了玩。别教养，才回来 YT， 不才回来退群的。首先要先拿到实况盟友，先努力攻，我这把票好像不是你在这模式玩就要努力了啊。第二条蛇，第二条蛇。这条蛇来追我。动，动动。豆豆都是自己番茄，不知道在说什么。豆豆是什么？他是，对啊，会下雨的那个。哦，你说蝙蝠鱼？啊，对对对。看我脚多多。他会射一个绿色的东西。懂。射什么东西？是吧？也都叫他豆豆，为什么叫豆豆？哎！不好赚了，当草啦！把高腰枪的技能至少拿，在 PVP 的话，技能是什么？是副武器是那个鱼雷，主武器就是导弹啊。追踪导弹啊，所以我才要想买这个、啊。蛇是看我，两只天兵飞鱼哦，
丢进去了。嗯，活着就好，番茄活着。我已死了，好活了。啊，还好，又被凯瑞了一场。你觉得打工很难超费？没有啦，打工还是要打，你要拿那个软蛋呢。打工很吃队友啦。你的队友有一个我换一个。对啊。所以有时候我逼不得已要抽出 1.5 个人出来。没有啦。我有时候很烂啊，对不对？我本来以为是智慧到四方形那张地图的，四方形，对啊，我第一次打完工的那张地图。有蛇。好吃，好、哦，我刚好看到鼹鼠爬上去，忙掉下来。他可以用重筒打柱子，会把旁边的鱼都打掉了。不行了。接下打不到，我打不到个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地图找出来比较好打。你不要乱讲话。嗯，我说不好打，我没说什么。你就不要死，你就不要死。那冒犯了，开学没几天就封的奥斯卡，嗯，不好意思，你是谁家的奥斯卡吗？安安你好，嗯，啊，电肩飞鱼是不是？我放左边，我放左边。哦，谁？谁丢错了？披萨，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喊出来！哦，这袋垃圾桶太难丢了吧？喊出来！哇、啊！今天跟我打的那个也是说，这袋打工真的不好打。啊，这把枪好短，射不到他的脓包。没错。哎，真的不好打。谁啊？我不给你站，我不给你。这边有三颗，拜托给一下。哎、欸，野球鱼，我来了。加油！啊！我死掉了，这边有两三个。啊！炸弹找你在哪？你在哪？我找不到你。啊，抱歉，我忘记按球救了。我在家了。不是哦，好，没事没事。
好。王某人安。你现在身后到哪里啊？阿伦啊。等一下，熊猫团团，嗯，你不玩 DVD 在那边挂我台，我抓到了哦。不好意思，熊猫团团，谢谢你的挂台，不枉费我今天下午再帮你挂 DVD 台。没有啦，谢谢团团。我想说看一下聊天名单，哦，好久没看了。啥？打狙击枪啊？对啊，是不是用啊？我跟你讲，它不用蓄到满，伤害就有140以上了。不对啊，好用，不好用。然后你怎么死的？你是要选？还有一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来，我讲。哎，你没干死啊？不好意思欸，等一下，刚才刚手机铃声闹钟响，嘿呦嘿呦卡洛伯，好了哦，你要干嘛了？我被鲨鱼咬死，我在放蒸汽弹被咬死，不好意思欸。想帮你按葬，结果啊，算了算了算了，看到你有救，不去帮你按，按帮你按到死掉，我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吗？不用难过，仿佛我的赞在你眼中没有什么价值一样。怎么可能啊？你的赞是我最大的功力点，好不好？没有没有没有，你都赞到死掉了，天啊！我真的不知道赖之鱼会在底下咬我。我也是不知道啦。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很少放战鸡蛋的欸。没味道，什么味道？没有，老公没有味道，炸弹的。养了什么味道？电煎飞鱼。啊，闻不到。打不到那个，那太高了。而且有没有技能开一开啊？我没有了。好的。两次全开了，看来不能靠你了。第一次被鲨鱼咬死，第二次刚开了。嗯，哇，我死掉了。动，开始动。哇！
Nice。有所不同，我开枪的。谁？我想说，至少让我在最后有人形的状态。嗯。没有，我刚刚披萨在我的隐身面前不看我。我想说你在跟谁讲话？我没看到你啊。天天飞鱼哦，海豚，我会捡到死，我捡出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座桃啊！有车哦。不好意思欸，那个塔不好意思欸，太高了啊那个塔。中蛋蛋哦，很缺，没六颗哦。这边哦，这边有两颗。我把车引过来，我把车引过来，把车引过来。可以可以，走走走走，往这边走。哎呦，我小路都在角落。好嘞，绝对安全的位置。丢丢，今天坏掉的，坏掉，请勿兑换。安安。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团团关台的意思。我教你怎么让自己打工进步，好不好？好啊，活着。谢谢。讲真的啊，我知道真的啊，但你这个建议真好。放好大。我们要打包改了，一个月后。啊，改啊，让他改啊，白痴哦、喔。哇，这段故事真的很好笑。他笑我哎、欸，天哪！哇，没默契。我没默契，万一我投掉了。又一只，不错。哎、欸，怎么又一个柱？天哪！哦，不错。安全，来车过来，车过来，往这驶，往这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吗？等一下，好吗？不好意思，那个，怎么剩我一个？我以为那个蛇鱼啊，有人会帮。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直接用锅盖把它压死。对啊。哎。怎样？缺蛋吗？我倒了。哦，漂亮。
蛇蛇在追我。哇，这要这样子缠在一起了。我再没有。对的。不！好哟，然后被下雨打死了。干草，下面，下面，下面，大炮。太好了，去送单。好，我也去送单。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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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来追我。点尖飞鱼啊！大炮的小心哦！辐射筒可以直接用大炮打掉。嗯，我知道。大炮可以打我吗？可以啊，但是你不会受伤。哎呦，有鼹鼠哦，大炮小心哦！哦，死了死了死了！那你这个柱子卡在这，我射不了。打平章喽！你什么礼貌有？声音听得出来啊！声音，对吧？我可不可以赢呢？番茄，我好想赢啊！没打赢横纲过啊！我也想赢啊！不好意思，我们刚刚炮台应该可以拿来用的吧？不行，不行！不好意思，我这个其实我从之前就很疑惑，说为什么我们打赢了却不拿那个炮台？没有没有，那个没办法用，他现在收回去。他追我，追谁？我，好像是我。这应该是第三。哎，天剑飞鱼，天剑飞鱼，还是我，还是我，还是追我。有金蛋的可以扔吗？我天剑飞鱼下一个，我死翘翘的。掉了，掉了，掉了！有机会，有机会啊！
叫我，我在你后面番茄。哥让我叫，让我叫。你可以叫我，不要叫番茄。我前面就是他。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啊哭啊！哎、啊，可惜差一点。哎、欸，还是有点难养。有啊，至少在打。有、啊，只要有打都会有那个。对对对，而且打不赢，打赢了也不一定给金。哦，是这样子哦。你打赢了，你说不定你只会拿到铜。啊、哦，我上次真的有一次打赢，给我八个铜币，气死我。我也是这样。嗯，他只给我11、12币。啊，只好拿到第一个银币了。第一个银币什么意思？直接秒更新水哦。你这不是你第一个银币吗？没有啊。我没有，我从来是没有打赢过啊。没有打赢过。我有赢，有金有铜啊。为什么有金？我有打、啊，没赢啊。你听不懂吗？有人刚刚说什么？打赢不一定有金币。好吧。但是没打赢也有机会有金币。对，你 是不听安妮影片东西就算了，你连队友的话也开始不听了，是不是？哎呦，我就会自动会忽略掉一些听过的话嘛。女仆装嘛，对不对？啊，这个直接所有金友出就好。你看，你听到了啊？啊，进来喽！好、哦，女仆装送到了。哦，进来喽！取货喽！女仆装到了。你那是果冻？哪个是果冻？你说金币吗？那怎么看都像贝壳吧？哎、欸、，mini， 你认识他们吗？披萨跟爱什么？艾利克在艾利克吗？是在 A 你跟你这边。对啊，就是。所以应该不太认识赤子那个。哦。应该啊，我不确定。好不好都认识啊。这是只剩下弓箭的形状哎、欸，你跟你讲，你练好弓箭，你玩真的其他武器你会很上手。做弓箭哦？对啊。那我是不是要转？因为其实弓箭有分长跟短啊。你没看到我那时候一拿银喷跟那个广域那些什么东西的？我知道你广域。就好像52吧，0.52，我也是一拿就直接7杀8杀以上啊。广域的话，我只知道你是印章用的很少，第一次你叠了，我叠叠了啊！那有名有姓的女仆装，叠了。这个狙击比较不好抢，好吗？没事啊，没事没事。就跟我说一下，可以狙击。链接。Jack, 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会延迟啊？他点弹本来就会有一些延迟。金弹、欸，那个金弹。哦，对啊，会。然后被队友捡走。还差一个。这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怎样？怎么突然道歉了？我只为捡金丹，然后没注意到下面一堆龟。番茄，记得我说过什么？好好活着，你才能赚更多的钱养繁星。甘草。你怎么会知道啊？它下面会有个动画。对，就看那个。好的，那个动画就是一个绿色的波浪，有，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有，这我知道。你刚一下我就知道。你刚一下我就知道。要多出现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嗯，像女服装也是啊，穿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你穿过就知道了。你可以穿上下来，你就知道这个想法。欸、靠！你不要讲错话好不好？会死，会死，会死！你看你，第三了，第三了。番茄，这已经不是穿一两件的问题了。番茄，不要乱讲话，很恐怖。你看，讲错话，死人了吧？我在鸡蛋蛋里头，我该说祝福了。那、啊、你穿女装，我一定给你赞，好不好？哎、欸，不错，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错，没有不错。好的。送蛋哦，送蛋哦，送蛋哦，十秒哦，四颗好像不行哦，蛋都太远，对啊，有点可惜。可是我有披萨好友啊，一定的吧？有时候翻好友，那个mini啊。应该都是你们 Switch 群的吧？有安妮啊、赤狐啊、无界啊、番茄啊，都会有共同好友、共同观众。哦，啊，披萨跟 Eric 主要是赤狐那边的。哦，我就是加了会员然后挂的。好，这边玩 Switch 比较少啦。他这次算是被我推坑了啊？什么东西？鸡蛋也被我推了。哦，因为你说没人陪你玩，你怕啊？我就说好啦，不然你送。对啊，我就说好啦，你给我就马上玩好不好？那有什么问题啊？对吧？你看，就玩到现在啊，有点难过啊。推得好，推得好。你看一下最后几秒的时候，不守家跑去敌方家，就差一趴赢啊！我会记一辈子啊！天哪、啊！我为什么要记这个？这个比新红镜还夸张。有一台小车哦。嗯。你让车靠近出口不是更好吗？好了好了，这边很多车啊！啊！摩天轮，今天这完了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哎、欸、屁，怎样？不好意思，为什么？那只胖胖的鱼会爬它？会哦会哦，真的、喔，我第一次遇到哎、欸，就会哦会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墙上挂太久，它也会爬上来爬。好，过了。我刚刚就看到有那只胖胖鱼。哎、啊，你不会提醒我？用看的，天哪！我怎么不知道？这才发生第二次，我竟然都想，谁在上面被咬了？不好意思、欸，拍摄者不救、欸，哎，地鼠鱼那只啊？不，是那个胖的大鲑鱼，普通小怪。哦，那我就不知道，原来他会爬塔。我从来没有在上面待到他爬过来过。不是，我才刚上去射那个摩天轮的东西。一般鲑鱼都会，你在上面待一段时间，它就会上去打。
各种不管。番茄要差点被吃掉。那我刚才我跳开过，我变尖。嗯，那距离。好、okay, 看、啊，我挂了，我挑红太尖尖。啊，我轰掉一个，这是你轰我？轰轰轰！你轰屁呀、啊，叫屁呀、啊！好凶！哦，好温暖，是吧？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个也是被我那个传说的朋友练出来的，都在跟他玩。第二天传说怎么？哎、欸，我跳不起来。也、欸、不好意思，我对这世界很抱歉。哎、欸，哎、欸。那豆豆翻开，他会把我的炸弹弄掉、哦。科学，表示不科学。天子安安，哇哇！看到熟人很开心，就好像回到故乡，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一样我好老哦是哎，打不到、啊。哎、欸，你就嗯，在我这。有一阵子有攻击。哎、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只可能要狙了。我是个烂狙击。哇！是宝宝，好跑啊！快跑！请好好照顾自己。我们来世再成为好队友吧。啊，至少结束前还是活的。哦哦哦哦。青梅竹马吗？看到青梅竹马跟别人结婚之类的吗？班杰明开的斯普拉顿。哦，这场好雷哦！天哪。在上课变成 NTR 剧情没有啦，我一定是 NBA 的那个吧？哇，我加30分哎，哎，随时都会下去，对，肯定下去的队伍，没有加只有减的世界。把真的广域真的好窄哦、喔，窄域吧。王志什么？你怎么要死了？你怎么要死了？不要问。
你不要问他。哎、欸，你不，你上次这样对安妮，我还在记仇哦。不要记这种事。你怎么可以凶我们的安主播？他声音那么好听，人那么可爱。哎。鼹鼠，鼹鼠。哎、欸，没出。哎、欸，不好意思。抱歉啦、啊，抱歉啦、啊，抱歉啦、啊，抱歉。欸、蛇在追我、啊。对，就是你那条蛇啦。哎、欸，又一只电尖啊，两只啊，各位有什么想法？我先丢一个。我打死一个，然后我死掉了。哦，好，来来来来来。哦，我离你们好远。我在冲，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哦，感动。等一下，我这种弹弓杀你过来，就我这没有特技弹，谢谢。来一颗，哎，这不就来了吗？来了，来了，来了！你要躲过去有一网域俗称喇叭、雷神枪、伏魔低能力超好，低能力超好。伤害高，除了手段，我知道啊。啊，也是广域才是那个嘛，印章对不对？广域是印章啊。哦，对啊，因为我那天第一次拿广域，我就七杀还八杀吧。他很开心。对，我那时候盖得很开心，因为我终于知道盖人的感觉是多开心了。你的爱枪是不是？没事没事，我会爱你。白痴。啊。反正就在乱撩人了，好扯、喔！哎、欸，这边需要狙击。感谢你，感谢你。打工的地方有你有我。我叫你习惯了，是没撩你就难过了。是。我不要啊。好吧。我有尊严。这边有那个。我在开车过来了。尖尖哦，嗯，欸、是我，臭鱼，臭鱼，臭鱼，我死了，我也爱你啊，那就好，这段感情稳了，稳了。你用过载域就知道广域有多广了，是这样子判定的吗？载域我一开始拿确实没那载域是不是就要很贴脸的？它是几雀啊？四雀。你家可以拿来看。我不要。雀应该还有吧？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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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你光小。不要。有些不好，哎、欸欸欸，不好意思，讲话只剩下 AAA 的形状了。不好意思，打不到你啦，打到没墨汁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黏，有点黏，有点黏。给你个赞，我死了。
不，其实水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款游戏我只剩下会拿弓箭的。啊，我刚刚。这边很多车，是吗？快点，四扣四扣四扣。哦，好棒！哎，一秒，可以可以。啊。番茄活着就好了。乃玉组成比真智雀，不过广玉是三雀哦。我一个朋友叫林喵，我那时候在场次的时候，他知道我旁边在玩这个二代，然后那三年前的事情，我就说这好玩吗？然后他完全不理我，他们一直摇来摇去。然后他结束后，很好玩啊。我说你感受到了。你好玩到都不理我，你知道吗？我不好意思，因为没办法用心嘛。我们今天下午玩的更刺激，我们有一场是好像是那个头上有绿绿的那个嘛，他一次来了三四只，然后我们就来不及搭，在当恐怖游戏玩。对，人家在激战，我在旁边看。然后他的小金就帮他卖东西。我说：“你好意思让人家卖东西哦？”我说：“没有啊，等下就换他玩的、啊。”我说：“哦。”我那时候有看秋猫有分享你的那个啊，他说什么“谢谢燕燕子”，啊，就好像是把图放在那个吧墙壁上，对不对？哦，这个水桶漂亮。嗯，多夸他一点，不要让他死。想丢炸弹又来不及炸，就夸他的工具交给你们了，工作啊，不是工具啊，对不起。我要死了！哎、欸，这就救一下，这就再看两颗的。我可以偷八颗哦。嗯，对啊，我知道。啊，车开走好了，车开走。哎、欸，不要！白痴！好的，我准备好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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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吗？感受到了，第二颗，第二颗水球。这位先生，爆太夸张哦。我的世界好绿。高水你。哎呦！那个你们后面那个这里。好，哎呦，忘记你的帽子。夜晚模式。金龟鱼，这个好烂，还很远哦。对，你应该在你们那边。
两救命啊！啊，讲个哎呦，沈师长你怎么了？讲个哎呦，谁知道你怎么了？哎呦，跌倒了。边走在路上边看繁星，干嘛乱叫吧？好好走路啊，不要跌倒了。哎、欸，宝箱！哎、欸，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枪战，左边。都可以死。你说你刚刚说番茄吗？这都可以死。你还没看过我的各种死法。对。我说我刚被推开始。你刚听的这都可以死。对啊，他讲的。我是在说我啦。他在说他自己刚死掉了。对啊。不要问啊，在这张地图，我杀你的鲨鱼坐骑要去全面都用光，你那死法不好、哦，你那死法还好、啊。你不是常常是因为那个吗？在网子上面按那个吗？滑行死掉。不要讲。不是啊，那很多很正常啦、啊，因为会想要加速啊。所以那时候黎喵就说这个地图很烂。哪一张？上一个打工的地图，就我们今天打工的那个。啊、哦，我一把。高地那个。那张我也不喜欢。对啊，王子太多，而且涨潮又滑下去。我最讨厌那张，涨潮遇到萤火虫。昨天遇到。就是过不了哎、欸。那个真的气死，没有地方走，然后爬墙又很矮，那个墙超矮。哎，可以换一般了。先开转蛋 ，open， 退出退出，给我1.3的吧。来挂台。番茄变达人了。对啊，刚上场变打了呢。哦，嗯，还要下去。今天有加分了。番茄，我们没办法加分，就是因为你番茄。我很抱歉，我就烂，然后还睡眠。哎，突然退出了。我先退。离开房间，确定。好的是没有从达人加山掉下来。欸、哦，这套装备好丑。我要怎么改衣服啊？你已经买了、啊？我已经买了啊。你是要改什么制定吗？是。你去那个啊？熊熊吗？熊老板。对，熊先生上会，然后嘞，就是洗衣机的旁边。洗衣机。哦，衣柜。衣柜，我刚想说衣柜，但是我瞬间想不到。哦，只是想要洗衣机。对。我黑屏嘞 ，Hello。Hello， 你好。我黑屏嘞，等一下我重开游戏。没事，这游戏 bug 很多。没有，我也认识一个游戏 bug 更多呢。有人在上面花了已经啊40000块了。对啊，那个人已经很帅了。嗯，肯定的。只差穿女装了，对吧？嗯，你在说谁啊？嗯、不知道、欸。嗯。
我好像滴太多台了，关掉好了。在那个是不是？啊，该关了，该关了，关掉斯普拉顿，关掉，还有什么？嗯，抱枕关掉，天官赐福关掉。还没开口。哦，对，我问你们两位哦，那如果我今天吃了那个，吃了那个技能的，技能是加几趴？30%对不对？餐券。加几趴我不清楚，就是但是就是升级你的装备之后，它的出现率会提高。哦，指定的那样子。想说，但是也有很长的状况是吃了没感觉，没感觉，吃心安的，还是赌运气就对了。我开喽，拜拜。好的，我自己是从来没吃过的，因为我现在这双鞋子看起来还不错，没有吃它的必要。他现在有一双 1.2 的那个跑速鞋，而且是巫师鞋，对 DLC 的那双，所以他现在很纠结。对啊，想说把它弄到好吗？还是用碎片补上去？这碎片25个。所以明天是跟你玩，对不对？嗯。明天啊。明天是跟安妮吗？对不对？我们三个啊。哪三个？我安妮跟安妮。其实在想要他扫第四格啊。嗯。第四格、啊，我问看那个、啊。问谁？七雅。我不知道他什么安排，可能大家看他的行程表。要不然我再去看一下。你们冲！我扫加哈。啊，你有我快吗？请问不好意思，你今天下午整场下来有我多吗？哎、欸，我反正全部都是金牌啊。好，我们来尬，没金牌的、啊、加一场不准。我已经到对面家了。完事了，杀掉我。我知道他们每次都是看到有饮料就会丢氮气弹过来的，每次都这样子，所以我都在饮料旁边待一下子再看。我讨厌他。哦，我死掉了。安全可传。想我手上说我一直本正屠摸第一啊，因为那时候你拿四 K， 对吧、啊？福奇用的浮动画面好赞，其实蛮棒的啊，就是它可以拉出个小框框出来。因为图奇版就是主打是实况 ，RYT 主打是影片，所以很多会抱怨说 YT 跟 Twitch 的差别，我说不能这样比啊。我、就是反正就是光用。不同东西呀、啊。没喝完。等等。家里被乱了。
他差两下。好、啊，赞了。六六安安 ，Hello。那我拿四 K 喽。啊。你确定哈？没差啊。没差、啊，你拿输了啊。输了又没差啊。反正我们现在打一般，你就真的只是为了第二星的那个口。哎、啊，那个海星，哎、欸，我、哦、等一下差不多9:45会载你一下下哦。哦，没事啊。没、欸、有，我要先把我家人载回来。我也没有开那么晚啦。嗯，没开，没要开那么晚吗？对啊，我就说等一下，有李子有开邪教养我去看啊。哦，忘了。几点啊？九点。不确定，有时候他的行程表。参考参考，他昨天有下毒誓哦，说我知道啊，他只要说下次健身环不要开就没事了、啊，还有这样的，对啊，不然我怎么会这时候开台啊？就是把人家鬼转过去啊，对不对？哦，啊，等礼拜六我们的茄子开健身环一样，我再把人鬼转过去，茄子加油！啊，这张我拿去会很抖哎、欸。有关系。我们有 Eric 跟 Pizza。有人上去他们家了。再往下一下。嗯。喵！好远。看到饮料了。来看，我居然被他打死了。你说传下来的那位吗？对，想要互换。哎呦，紧张啊！哎，老好了。好的，刀兵差也可以躲兵章。没有人提醒。
原本以为剑不会开，你说等你去低右利的开，原来是想转过去。啊，看他有没有开啊，没开我就开啊。看我换武器就这样子。番茄，我们家怎么没涂干净？嗯，他们有进来啊？不是，我们家有没有涂的地方？哪里？你们就很多。哪里？有啦。哪里？你他们这番茄真的夸张啊！豆芽安有啦，其实只要不紧张，还是可以对准的啦。只要对面有人跑过来找你的话，你应该就可以对准。那就是会习惯用狙击的啊，把弓箭的方式在玩呐、啊。他有过来的时候，你就是不瞄准了。嗯，就当近战玩啊，要射三发，一下四十啊，射三发。你是不是裤子不是这一套的啊？看起来怪怪的。是，我一开始穿错了，所以就变成这样，超丑的。我就是想问你说，你是不是搭错了啊？衣服就错了啊，我的头就是这套应该是那个动力装，可是我的头是武士，不是头盔。好玩的。因为最后几秒了，我已经往前冲了。有啦，他们刚危险。有啊，他那边到底怎么上去的？哪边啊？他放在对面家右手边的高台上。又上去不是吗？
那因为我们那边墙没有涂啊，你从哪边加上去的、啊？我吗？对啊。你说那个饮料罐吗？饮料机的位置啊。那饮料机是我放的吧、欸？哦，对啊，不是我，是披萨放的。那个你怎么上去的？从他们家那边啊。那是从他们家。绕了一圈，是吗？哎、欸，我不会。我都跑到他们家去。我有看到。我都乖乖扫地板。下次我就跟你们说，下次我就跟你们说我在那个敌人家放饮料，你们可以来。这是有实战的。你不是下午就讲了吗？说我都在前线放，你们不保证你们喝得到。啊，不保证你们喝得到。就你等一下，就是为了要喝饮料，输了也没关系。嗯。像摩托，挑战一下喝披萨的饮料。看来很多人抗议过披萨的饮料放在对面家呢。我是不知道啦，抗议过番茄很多次啦。我那天跟安宁在玩的时候，有个不知道是新手还是什么，玩了三场，饮料没看他开过半次。然后第四次是他开了自己喝就死掉。那时候跟安宁玩到安宁差点脏话飙出来。我说繁星，我们退出啦，不要跟他玩了啦。我说怎么了？我朋友玩啊，我朋友都会开玩笑说，我这饮料店开在乡下，不然就会开在战场。天哪，魔女装拿笔刷好适合哦。怎么开螃蟹？怎么开螃蟹？不好意思、欸。哎，我好烂！我跟他讲，其实我比较想要鱿鱼游行的那个定了，因为狙击它可以那个、啊、潜入，然后蓄力。方便。你说鱿鱼忍者那个？不是鱿鱼忍者，就是滑鱿鱼形态的时候，游速真快啊！那个对狙击比较好用。在他们家放饮料，你们可以来喝。有，好、哦，没有问题。太高了，谢谢。我看也是这个疑问，太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就对了。这饮料店是开在高山地区。哎呦，被落后了。一点安安，那我真的是不拿狙了哦。天科上安安，没有啦，其实有狙到蛮开心的啦。狙到就是差两拍，赚。输了。赢了。赢了，我们赢了。赢了，差两拍。就赢了，差两趴就输了，赢两趴，我一个都没有杀到，我在干嘛？
啊，我至少杀到一个，哎，好好笑、哦。你是哪？你徒弟啊？我捡到七分宝钻。说啥剪头呢？今天十二杀的你怎么可能是剪到头的呢？都是捡来的。那边的观众都这么谦虚的吗？还是都这么虚伪、你要问的是台主本人还是他底下的粉丝？我不知道啊，不是有什么样的台主，有什么样的人观众？那他们两个还真不像。不像他的观众是不是？应该，其实我很久没有，也没有去追赤福的。好、哦，抓到了。然后连安培、连安宁里面都看一半了。怎么办？我好像也很久没有。你看吗？哎、欸，对面有问号哎、欸。嗯，是不会是？对面很多久没追了。我都开鸡蛋才回去看一下。我这个是告状。我要跟你告状。不看影片的人，跑去跟人家告状，告什么状？哦天哪、啊，红色小红裙好好看哦！哇，你好啊，穿了啦，红色女服装，好不好？哎呀！哎呀！哎、欸，可能还没有点危险，就跑了。我跑了，我第一个真香，真香，好烦、喔！这个要打，不然他们会抢过来。传送。所以我就跟你讲啦，他们就那一招啊，你就不要。他说的是防护罩，不是你妙计 啊！防护罩可以传，可以传啊，可以传啊！你上次跟我讲不是防护，不是啦，我就说你可以这样子，然后传没有。哦哦。干嘛？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一半是不是？对不起，我错了。没有啊，地战中啊，真的啦，地战中啊。母鸡战中啊！鸡战中我比较少被听到，听到别人在别人话。鸡本。后面有人，后面有伴。差一点我就下去。哦，这边是不是有点危险？没有。啊？有机会吗？没有。那可能有机会。可惜了。我不拿了。番茄家里都没涂干净，你看上面那边还是我自己涂的。番茄你怎么画？说，无话可说。我最后30秒的时候跑去涂，你知道吗？啊，有人，我知道我有一句话可以讲。女装万岁！你好像跟我讲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无话可说啊！信他个鬼！我信他个鬼！礼拜四好像有安排。谁？西雅吗？哇，我看好像有精神。他都是提前排的啊，所以不一定能揪到啊。还是我们先帮我看杰克。杰克哦，杰克可能更难找、哦。有问有机会吗？哎，有个。我滑下来啦。在印章级的定角的，我本来设印章已经设到很有心得了，说，只是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蓝色的墨水。哦，你很棒。螃蟹哦。上头啊！跳来上头。怎样？我只是想喝饮料。那边对，对，哎、欸，你的脖子哎，啊，好，现在死了，哦，有点危险，他们打进来。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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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可以，他们家里有点空。我应该换衣服啊，不然跟番茄穿同一件。没有啦，没事没事。番茄不要走心，好不好？穿同一件。你是礼拜几啊？那、啊、转移话题，礼拜四啊。复刻魔物猎人更新、啊。你要不要说今天天气真不错？对，是还蛮不错的，有点凉。热死了，好吗？凉凉凉，我家40度哎，凉。这么热。新欢安 ，Hello。他家没冷气啊。对，林大大有啦，冷气不是我这个人该吹的，是我们家啊，我爸的孙子孙女在吹的啊，我就只是个捡来的。哇，这么讲你自己哇？怎么了？没事，那我就问问看哦，
问谁？杰克啊。有啊。还是要去问问看，你们对对啊，他一定是可以多交几个新朋友，他很开心啊。啊，当初抓鬼就是这样规定的。有一张在我们家。我们哥。被狙击打死。呜呜呜呜呜！鲨鱼，鲨鱼被我吃了。是有危险，你要保护我啊！我都自身难保了。是啦，我懂了，不该靠你的。好吧，我贴身保护你。对，在。好了，再见。保护不了就一起死。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怎么这么恶心？就你了，我看到有人死掉了，我来了。你后面，他死了。Nice。我就把他死了。哦，没有啦，因为从这个游戏玩到现在，都几乎是拿短弓在玩，所以。刚刚狙击是想要练，但是被贴我就觉得有点心态炸裂，还是拿回来好了。因为他的大招我不指望杀到人，只是拿来徒弟用的。先离开一场，我那个我家人在叫我。好啊，好，好，我等一下回来。好的，退出一场。要输了。我们的战力变低了，战力减低。我们已经少了两个人了。Lisa 在不那个再走的话，我们又再少两个人了。这游戏不是六打四的游戏吗？我们说好要找到明天早上六点。那是你哦。那个武器好讨厌，加什么加？武器好讨厌，狙击啊！然后对面左边第二把那个，左边第二把，我是那个说爆炸的哦。爆炸枪，我不喜欢那一把。啊，不是啊，他也不喜欢你啊。啊，
我们互相不喜欢彼此。那你不喜欢那一把，你就去练那一把。我记得当初我会练这把枪，是因为你讨厌这把枪的。对啊。所以你去练不喜欢的武器，你就知道那把武器讨厌什么武器啊，你去练另外一把。是我有时候手把会震动啊，发生什么事？有战气是不是？手把会震动？对啊。这游戏没有震动的震动要素吧？有啊，我有时候会震动、欸。我没有哎、欸。我怎么会震动？我的也会。可能周围有什么比较大的东西吧？刚刚那个，对啊，具体炮在发射的时候，我也会震。所以是我手把借我，是不是？两个，没有，明明就三个哦。哎，执着我，这么好。哎，回来！我们还有20秒结束，你来一起加入吗？啊！这是啥？跑到对面家玩啦！哎呀，太可惜了。他三把。完了，少两个人果然不行。少了两个人怎么玩？那这是要大退吗？还是他加进来就好了？他加进来就好了。不用不用。哦，你们按继续。然后就要抓战犯，那个路人是垃圾，对，怪路人，没错，最棒的。他的确也没怎么用，他看等级多少？你们要在上台。他一杀四十，然后徒弟分数只有到500左右。你说我们怎样？那把弓其实很好的一把。你说刚路人那一把？对啊，他跟那个凡心拿同一把，然后但是凡心属于皮肤。我拿这把很少低于1000过啦，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啦。对啊，起码也出个800给我。啊，就差那200，我们就赢了、欸。没错。不好意思，我们优主播是不是睡死了？没事，我们的大腿回来了。真的，我们大腿跟小腿终于拼在一起了。他是不是要、那個？哎、欸，狗一头啊！要出发了。健身环强度34小时，他要哭了。是他昨晚玩到3点，睡3小时，然后就出门。他真的是很硬哎、欸。他玩到3点，哎、欸，他玩到3点了。对啊。自己说6点要起床。对啊，所以他就6点起来啊。所以我今天怎么会没包，就是因为这样子。看来他要惩罚你。
别逼他啦，这么宠他的我们，我是觉得利恩很猛，去他那边玩个转盘，每次都加强度，我快笑死了。然后那时候尤里第一句话就是：“利恩，你不要再来了。”每次强度都是因为利恩，超好笑。利恩，很多人都尤里是对你超有印象。以后开健身玩，利恩不要再转盘了。哎，有人！后面后面，狗鱼后啊，两只！上面还知道，上面还知道，嗯。看到饮料了，冲啊！好多饮料，好多饮料！那红的饮料这边都红红的，这边一定发生过命案之类的，很危险。好好拉好，有人拉上面哦。不讲武德啊！那个水泡是怎样？水泡死了，可是我也死了。哇，我也死。最后三十秒。哇！Lisa，你要安全吗？他也是安全的，不讲话，我来了。啊，他差一点，哎呀，不讲武德了。那我最后丢个板了，我丢不去了。嗯，那个好。红鱼啊！哎，你们有狗头鱼吗？有啊。啊，艾利克里，什么？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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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刚刚对面那个面包超人脸的那只。你有狗？你有阿米果那狗头鱼的吗？好像没有哦，阿米果我没有刷，我没有买。好吧，番茄本来想要去找你帮用，太可惜了。那个离我很远，不是吗？很远，什么意思？你不是离我很远吗？你们心的距离？地区吗？对啊，你们心之间的距离。我在板桥，我那个是新北啊，那一定很近的吧？他连淡水都跑了，肯定很近的，对不对，番茄？板桥肯定是你那边近，因为没有板桥离淡水就是很好、啊、北车离板桥比较近，好吗？北车离板桥比较近、哦，真的，因为北车你搭个火车好像十分钟就到了。你不用转车，你直接从桃园到板桥都可以的车，好吗？啊、你来淡水要转车哎、欸。去淡水要转很多，你那边啊？没有啊，是因为要搭，你要改轻轨啊。你知道这人真的很恶心，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说，哦，繁星长得很帅，我最可是想要把他说你出去，门口在这边，你出去。我第一件事情不是这一件好吗？我拿下口罩，好，拿下口罩的第一件事情。你明明就长得很好看哦、啊，干嘛不露脸？没有啊。不要问啊！
哎呀，不讲武德啊！啊，两只。哇，引牛仔。那我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办正事啊。你这样讲更恶心哦，不好意思哦，你这样讲他们比较好哦。你办什么正事？白卡啊，对啊，我们正事是用白卡啊，没错啊。搞我醉酒的那件事情啊。搞你醉酒办正事，我的天哪、啊，我真的想要告你了，你知道吗？小黄一脚就烧走，你在追我？对呢，我们见过哈，有说燕燕子，有在有去他的摊位玩。下面有需要转盘，好不急急。阿哲，阿哲，你把我打好烂。我怎么还在？我还在激战，怎么还在活的？那我刚刚看到你在我旁边了、啊。刚你怕隔壁有人是不是？你后面有人，我帮你解决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很想知道啊。整天找着我办正事，又搞了你半天。赢了耶！平平九。Harry。哎、欸，我有一直一直不开台的话，你打算一直玩下去了？啊，肯定一直玩的吧，这么好玩，一直赢哎、欸哦。那我待会站你哦。啊，那就赢定了。那就赢定了、啊，对啊。你看，两个负的配两个正的，对不对？好了，我们是负二加跟正四的组合，按正四的组合。你不是两？你不是九点半？没有啦，九点四十五。现在吗？等等，现在是九点二十二。你那你把时间冻结到现在好啦，请珍惜好现在最美好的时间。那我会选择在昨天的时候冻结。影片上看过，真的很帅。那个是之前。哎、欸，燕燕子，你看过我现在发型了没？嗯。你去我的 YT 那个社群看，这个是现在的我。我还蛮满意的，但是脸不太满意。他、啊、对面那是广还是窄啊？窄。不好意思，刚有人是不是说广？我说窄啊。他说窄，对啊，他说窄。不好意思，你们怎么帮他说话了？我们不是一国的吗？不好意思，不是啊，他们是我找来的人呐、啊。好好好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然后他们头套到你那边去了。嗯。完了，你一直开始产生有朋友的幻觉了。哦。有没有朋友吗？原来我没有吗？天哪，好可怜哦。哎，后面怎么有鬼？谁在偷射我？安全。那、欸、怎么了？我在对面家玩。好，没事，你慢慢玩，你玩开心一点。啊，是了。你滚，不要传我。回来了，安安。哎、欸，发型很帅，没有之前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发型啊。走开，走开！我只抱安妮，我只抱安妮，我只抱安妮，我只抱安妮啊！有人啊！怎么有人？然后打着打着，突然啪两声，有水鬼！
用水鬼。炸弹，两个炸弹，两个就是我自己的。很好啊，接受一下吧。该接受了吧？刚刚看起来很恶心，很绿。健康的颜色哎、欸。爱情倒是不健康的颜色。嗯？我为什么每次我都无视掉吸盘炸弹？你为什么每次都喜欢去吸他、啊？哎呦，有人啊！明明就有人，明明就有人。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把那个螃蟹处理掉吗？番茄。他掉下去了，但也没大招。右边有一只哦，两只，金盘在你旁边，明显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躲不了吸盘炸弹啊。哦，躲不了。这样躲不了。它是磁铁炸弹吧？我今天因为我这场已经因为第三章死三次了。我对，我就是我对的怪怪的吧？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去无视掉他，你知道吗？看来需要多多训练。中间都绿的，可能没机会了。这边分。反正现在发型要给他看，你那个 YT 有 YT 社群有照片，但是没有脸啊，赢的耶，对不对？能赢的游戏为什么要关台呢？今天跟你们打100场，赢99场。啊，他们说你们不包含我。我没，你看我零杀都可以，真好啊！我装备开了吗？完蛋，没事没事，好像复活加什么东西的吧？嗯，复活加速的。哦，换狗鱼是不是？看一下哦。你现在狗鱼套装没有用完哦？我还没弄啊，我因为我没有想过我还会弄到它。我跟 Annie 说好，四个人要带狗鱼套装，虽然有一个人应该没办法。太可惜了。那个。欸，所以自动导弹是锁一个人，它可以射很多发，对不对？如果射多了的话，比较少发，对不对？你锁到一个是8发，啊，锁到多人的话，每个人都是4发。哦，所以锁4个人，一个人也是4发。哦，被瞄4下。因为我就觉得有时候在想说，一个人好还是多人好？那是瞄到越多人越好。好的，懂了。哎、欸，洗衣机。2个哎、欸。哇，洗衣机很烦哎、欸。它还可以穿起这样，我有看到从底下穿到上面也有。对啊，五星人的东西。不过地卡就还好呢。哇，完全没技能！天哪、啊，我回目好慢啊！哇！在他们家放饮料，欢迎来喝。我小枪避过去，然后我被小枪打。他没有死。要喝饮料最好的方法，直接飞披萨比较快。那肯定是看了我们安妮主播的影片了。啊，知道洗衣机可以这样玩吗？
比较不想要看到蜡笔。蜡笔是哪一支啊？水灾哦。不是建设的，就爆爆爆爆爆爆炸的。爆爆爆炸。死了啦，懂了吗？就是、开心了。可以射很快那个啊，爆破枪。一把短短的蓝色白色。爆破枪。哦，那把。他前期蛮就可以拿到了。最后开大招可以趁 KDA， 你只看过我养的兔兔，跟我很像哎、欸，可爱吧？好恶心哦，这样玩好好玩哦。虽然装备有点丑，对，这套装备真的是不是？因为我只搭一个、啊、加大招技能的那个，你看。哦放了六次大了，好欸，开二孔，看一下，好慢，是回墨好慢哦。哎，魔力光可能要全部洗掉了。魔女装有两套，你两套打算把它练起来吗？两套魔女呢？学生服吧？他衣服两件啊？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有另外一件男装女装是不是？应该是。他有一套很像男生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哦。啊，如果没有眼皮的话。哦，我三十等，你三十了，刚刚三十，我可以拿超级魔物，几率会变大了，超游行，我们距离三十等还好久啊，刚丢完副的时候会暂停，不会用，不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我觉得这跟以往射的时候回墨好慢好多，包括我错觉。是两个人吗？想第三个。是太坏了吧！你刚把回墨技能弄掉，不习惯，对。再丢一个副技能，耗的墨好多。哎，饮料。
后面也有饮料。哦，那饮料只是开来回目用。你就跟麦卡利开大一样，回子弹而已。没错。哦，那个蝶舞二带死亡惩罚，哎呀！螃蟹，螃蟹，这里可来。哦。罗。阿布罗，世界的影子。是。赢了，好棒哦！哇，麦卡利开大，大卷了两发子弹，有吗？他不是一开大，大卷的时候那个子弹全部补满。下面怎样？一条线。是那个行程有安排，他就不会改变了。啊？你问问看啊，你问问看。我问一下。看下你在直播可以问一下。哦，好好吵。死亡跳跃，好速。好。开了马上回家，你说麦卡利吗？像这样杀到就是专当剪刀，啊，我只是辅助的队友。阿布，你要不要单？吉安安，你好，你好。啊，这边有一块没有清到，还不会忘了你呢。哎，
忘记你是谁，毛西吗？是毛西吗？不好意思，欸，你是谁？天哪，我直接把我的手吃掉了。你是米老鼠哦。哦，这场打完就先暂离哦。啊，欸，先退出，我去开个孔，谢谢。啊，那我就直接暂离，我就直接暂离。好，好，那我也结束了，我要去洗澡了。好啊，感谢感谢。我腿没了。感谢鸡蛋，感谢色色。腿没了。你还有那个披萨在。哦，披萨怎么办，啊？你是大腿还是小腿？交给披萨凯瑞了。看一下哦。嗯，提升是有。还有其他人要来？没有哎，欸，其实没有找，没有找，没有找，没有找什么。可以找吗？找到人吗？还是要问看羽毛子。好啊。他说。我有个帽子的赖，可是他会回我。对不起。啊，还是披萨，你联络得到羽毛啊？羽毛？对。羽毛子。我联络不到啊。哦，我说披萨。哦。你是也可以吗？嗯？你不是也可以吗？谁？你啊。不是，啊，还少一个，啊，我等下就回来了，啊。当然少一个，啊，又少算了你，对不对？我，哦，那我先离开了。好，谢谢，拜。因为我不是在山里里面，好，不好意思。那我现在在我家楼下，我马上回来。好。我是我乱套的。哦。刚好有什么鞋子啊？嗯，这个。人在突起啊，没办法，啊，为了想拿忠诚点数的东西，茄子你会不会开？茄子你会不会开台？看幽离低心那群战斗。就刚刚有看啊，啊，茄子不在了。五十秒在魔物，看一下哦。对啊，墨汁消耗量。对
啊，这帽子。然后衣服，那还好。那你先找朋友玩啦、啊。好，要玩什么？好，拜拜。啊，你有找到人吗？你刚说什么？你找到人吗？他还没回我。好。哎、欸，不对啊，我找到啊，咪咪就可以啦。咪咪还在吗？咪咪，三缺一。应该不在，嗯，小天使不在哦。他在线上。你去打工，拜拜。哎、欸，要不要加我好友？燕燕子要不要加？哎、欸，刚好挡住吗？等一下、喔，5360345765118，是你的啊？还是你给我？啊，只挡到一个34 3457，耳朵挡到57了。没有没有，你就看嘛，我的耳朵刚好挡到57，哈哈哈。去简介那边就不会挡到。简介哦。对啊。简介哦。没事，你记下来了，那么厉害，你记忆力很棒哦。好啦，祝你打工顺利啊！啊，有看到你开房，我在乱录哈。也许能成为朋友。哎，收到好友通知。完了，我们等到番茄回来啊。朋友，真朋友。哇，你动身玩了800多小时哦，好狠哦。
好，祝你打工顺利啊。很多都在盖岛，我懒得盖了哎、欸。等岛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很痛。诺音哦，密码设定。还是我先打，我先开。好，没事可以。对哦，叮，开心图。白痴，我都滑下去了。开什么印章？
下被放走。叮叮，我要给他时间更新。哦，非常更新。嗯，你可以玩到几点啊？12点之前的那么久。哦，好啊。你回来了，安安。
顺利吧？顺利什么？啊，除了看的人变少的话，一切都还顺利。啊，番茄不在，一直赢，这样算吗？且在一直赢啊，应该吧？我开，我开。我知道去那么久。哎，我们最后一场可以吗？我要鬼转到别人台去了。好，没问题。你没有说开台啦，我们私下可以继续玩。我要带去我们幽灵主播的台，来去当邪教养哈。没问题，开了，我知道啊，他开台了，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拜托，对吧？然后去他那边转一下健身环的转盘，哈哈。以目前成员开始，哎，他们，哎哎，你回来了，对，天哪，要什么？马上出现，没有，马上开始，你最喜欢的超级市场。啊，没事，我再进去就好了。好的，等一下，等一下，我先退出啊，我先把人带去幽灵那边吧。哦，哦，他起床了。他起床很久了，只是没回你。回我什么？我没密他。我没密他、哦。不好意思、欸，你是误会什么？没有啊。哦，手把又震动。
先退出哦，先退出哦。哇！好啦，我们去他那边看邪教养吧。没有，其实之前就没有玩，但是现在看一下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玩。对，不会不会，不辛苦不辛苦啊，等一下私下继续玩。好啦，感谢各位，那烤窑吉米现在出现，感谢各位今天收看，那我们现在转去幽灵纸牌，谢谢大家。RAID， 好，就这样，感谢大家。那、希望我抢得到名额啊！啊，听说兔子好像要很晚才会解锁。好啦，那明天晚上一样会开魔屋，白天可能会开哦，白天可能会画个图或怎样吧，就先把那个啥，胡奇的那个时速先挂到啊，我这样早点就可以玩邪教养了。好啦，各位晚安，拜拜，隔壁见，隔壁见。